这是我们的小秘密。快要没了。目标。
去的那个吗？你敢惹火我，我就烧死你！叫我瓦登就好。惊人的发现！我有个想法。这是我们的小秘密。
最尾整下就得啦。有什么麻烦吗？死者都抵了，哈哈！知道了。死者都抵了，哈哈！完工了，知道了。凡人，看起来需要再给你一次教训。孩子们。
下我们的小秘密。只有你知我知，我有个想法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只有你知我知，所以你写的反正下命。这场胜利是属于你的。这是我们的小秘密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
追随他击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就叫废物利用。时间紧迫，我赢不了他们。